係咪政府軍方方面咧嘗試驅散群眾但係唔成功？咁今天咧喺十萬棚牌呢個主力舞台之上咧，依然咧有示威群眾喺度演講啦，咁同埋咧係進行嘅示威活動嘅。現場所見咧個氣氛都係和平嘅，咁周遭有見唔到有軍人警察。仲聲稱咧，佢哋唔會因此而害怕而退縮，反而咧仲會越嚟越多人嚟添，因為就係呢個泰國嘅潑水節新年，有部分人咧喺鄉下專登嚟聲援咁話。